笔挥毫，县长、文化局长以及艺术家共同写下了金珠迎春福五个大字，背后许多春联都是来自新竹在地书法名家的创作。今年新竹县即将举办福刻庆丰年，邀请书法家现场挥毫，给民众刻制画最有诚意的门联。那这一次我们特别请到赖欢林校长跟八位书法家到我们文化局跟新瓦屋来举办这个春节的赠送的一个活动。我们希望我们所有乡亲在1月19号到我们文化局，1月20号到新瓦屋来欣赏、来参观，同时也可以索取这个春联。那我想年节到了，希望大家能够过一个好的年。现场出席可以去欣赏到名家的一些作品，同时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现场来自己写一个春联，甚至于我们还安排了亲子的，像有一些小朋友可以直接画灯笼，可以这个挂在新瓦屋来布置新瓦屋。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从老到小，从这个小朋友也能够参与年节的气氛，让大家感受一下不同的文艺年。福刻庆丰年即将在1月19、20号一连两天，分别在新竹县文化局跟新瓦屋登场。现场除了书法，艺术家也带来 DIY 红包袋捐印体验，轻轻刷过就能制作成最独特的猪年红包。还有青农市集、13号市集等等在地特色，将最道地的客家年味带给大家。开播新竹，陈洛怡宏采访报道。